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钟。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：做激烈运动时需不需要戴口罩？如果你想要获取最新、最热、最精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一般鼓励民众出门时戴口罩。不过，如果你是准备进行剧烈运动，比如跑步的话，就要注意了，因为戴着口罩跑步可能导致肺部受损。目前在国外有一种运动时戴上口罩，结果导致肺部受损的新闻。一名男子戴上口罩跑了4个 km 后，胸口出现剧烈的疼痛，呼吸困难，然后由家人送去 emergency。医生检查后发觉他的肺部破裂了，幸好来得及送院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会有生命危险。这位男子被诊断为报废，报废严重压缩 90%， 并将心脏推走，胸外科医生为他进行切除手术，最终转危为安。其实不是只有以上的案例而已，之前在国外也是传出有民众进行运动戴口罩时，结果导致发生意外的新闻。包括在中国有学生戴 N95 口罩运动摔死事件。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放宽限制，允许民众出外去运动、散步之类等，但很多人为了预防新冠肺炎，依然会在运动时戴上口罩。然后专家就提醒，运动时戴着口罩会导致空气阻力明显增加，通气量下降，人会感到呼吸不顺和难受。同时由于氧气不足，会导致心肺负担加重，对心肺造成伤害，严重的话有摔死的风险。因此呼吁大家戴口罩时不要进行剧烈运动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还不错，可以帮助到你或者是你的朋友，请给我一个 like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